张淑美伊要问你这个代志，伊讲吼，请你甲看伊的这個小黄瓜，这样说哦，个开花结果，敢有好，敢有法度好伊的吼，会当吼正常大家吼采收。啊，伊即卖手头呢有一个住宅，啊，请个老师要安怎使用较理想。之前有一个药害，啊，伊种的所在呢。嗯，是伫个屏东，有逆境通啦，吼，有吊车啦，有叶尾兽，有 N 九，有硝酸钙，吼，还有一些铁定镁之类的这物件。嗯，来，这是咱好朋友吼，小来所提出的这個问题吼，当时就是讲，这个床盖，这个相片吼，看起来，因为你若无甲整理啦吼，这個、其实呢，有当时啊，稍微温度低一点点吼，伊个鬼啊的。一目一目就拢起来，所以咱一般会去甲伊上少五目啦吼。这通常啦，寒人呢有当时啊五到七哈、哦，有的人是像阮有当时啊是望到第七目，反正大概就那个位置哈、哦。啊，你甲伊跌掉，就是讲老主慢啊，剩的哪有侧牙有之类有呢？有鬼啊吼，伫五目到七目内底，咱拢甲伊烧掉哈。哦所以这无问题啦吼，所以遮细的开花你甲烧掉就好啊吼。啊，反正你甲烧掉烧掉，伊到尾啊，伊啊，互伊较大会较开，这一定爱去做这个工课，当然是真辛苦啦吼。所以，啊，看起来这应该是长要个还不错吼。啊，应该是你这磷钾肥呢用料有较重小块，无一般来讲，伫遮细长拢较硬吼，较少讲直接的开花吼，所以。啊，比如讲你这個花瓜呐是细长开花，这袂要紧吼，你家烧掉就好啊吼。大概留差不多七八以后呢，啊，咱较好去开吼。啊，所以你差不多这个目前从你这个叶啊吼，安尼甲看呢，啊，已经有一两三四五六第六百啊嘛吼，第六百个一个新尾已经要出来，所以啊，你差不多过两工你一定爱烧伊吼。所以你伊有爱哪做吼，因为你到大家拢差不多较大长的时阵，你较做会做袂起吼，所以你应该是差不多有看到五片叶啊顶开吼，就是讲你已经看到五片叶啊正已经有顶开啊，你就开始爱去甲伊爱去甲伊即个烧这叶啊吼，甲看起来你这是有甲伊加过一叶吼，所以一叶还是两叶吼。所以这应该是开始要烧衣吼，啊烧衣你甲烧一遍过了呢，伊就冻真久吼，因为即阵呢大概有三百四百，咱就会当拢甲摕掉，啊，就留咧互伊去大，安尼起来吼，伊就会当正常的一个开花加发育吼，所以这是应该是无啥物问题啦吼，就讲、是、有个人也是大病啊咧捡的时阵吼，就讲、是、要捡位病啊起嚟的时阵吼。神煞烧衣，然后就讲，还是要砍房啊，要家己搭伫个房啊顶，伊个神煞甲烧一遍衣吼，安尼起来伊就当正常的一个即个开花甲结果吼，所以呢，这部分来讲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吼，啊，所以即卖那是拄着一般感觉较冷吼。你就用这个吊车，这个吼，就讲解决逆境问题吼。所以，因为这是冷的时阵回归吼，其实伊是一个温暖吼，这伫一般来讲拢叫做温暖的一个环境吼，温暖的这个环境吼。啊，所以你也当那是较冷的时阵吼，咱咧讲会较冷吼，低于15度吼，对回归来讲，15度以下。15度以下，吼，15度以下，这个、部分来讲呢，可能咱好朋友一定爱稍注意一下，吼，就是讲15度以下，吼，15度以下对花瓜来讲，就已经是已经就算较冷，吼，所以咱通常伫迄个时阵呢，就伊的产量呢，伊的一个这种，吼，算产量上就会有因为会流啊下降，所以。伊会去种伫即个温室内底，就是讲尽量无啊。咱伫冰冻吼，要15度以下，即个日数无介济，所以那是万一啦吼。气象呐，报有可能暗时吼，即个伫15度以下即种啊，是讲拄好差不多伫迄个温度来讲呢，你就该喷即个吊车吼，对解决低温逆境的这个问题安尼吼。回归吼，其实是上好是18度以上啦吼，但是15度以下，伊都可能会生长障碍，所以咱迄阵都需要去甲喷吼。啊，你若是拢有伫16度起哩，安尼就较无啥要紧。其实是对于回归来讲吼，18度甲25度是上介好势吼，伊发育的这温度就上好。啊，那是10度吼，伊就可能就开始呢生长停止。其实唔免到10度，有的品种可能12度就已经生长停止。但是因为咱种的是日本瓜啊吼，所以
伊个即个温度差不多十度吼，伊、哦、就差不多停起来。啊，迄阵山梁叶啊变作歹啊，长嘛变正歹。啊，即种情形你都用吊车吼、哦、解决低温逆境吼、哦，你都用即个物件。啊，你也是讲平常拢有差不多十八度以上啊，你就甲抓瓜即个玉米树，因为即个回归吼。哦啊、伊有你咧日本鸡啊吼，所以呢，伊一般来讲就是靠侧芽，主蔓当然主顶吼，保顶的结果无唔对，但是伊甲叶呐有吼，啊，产量会继续悬的，所以咱会当加喷一下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咱伫这方面来讲，加喷一挂即个玉米素之类的吼，啊，伊侧芽就较容易来加伊成长吼，即、啊、通常是安尼吼，啊，拄到即个乌阴的时阵吼，拄到即个乌阴的时阵呢，拄到乌阴天吼。啊，咱会当用即个9%的氮吼，即、哦、咱讲的 N9 啦吼，9%的氮。拄着乌阴天，你会当用即个物件来甲伊即个做一即个处理吼，即、哦、大概是安尼即个情形伫咧。啊，个另外一个是即个净硝酸钙吼、哦，硝酸钙即个部分，硝酸钙即个部分呢，啊，咱咧用吼、哦，可能就是讲会当互咱好朋友呢。啊、伫使用当中吼，使用当中，伊最主要的是讲，那是温度较低，咱会去甲落一撮硝酸钾、硝酸钙吼。啊、伊安尼起来，伊较袂缺钙吼、哦，所以这通常是安尼来使用的吼、哦。啊，至于这个啊，12/5/24这个12号这种吼、哦，这啊这款的是冰箱吼，一分地6公斤吼、哦，咱大概是安尼来用吼、哦。啊，这大概是啊，这种铁甘镁，这是伫。表面上吼，即、這个差不多久久啊，甲补一遍吼，那是无啥物许呢，产量那是较乌阴啦吼，还是讲感觉即阵啊是要细涨吼，即阵呢大概1500倍到2000倍，啊甲补一点啊吼，即个起来呢伊个效果会较好吼。啊，即、這个芽孢杆菌吼，即菌状芽孢杆菌来讲呢，啊通常吼咱得手啦吼。多数咱咧用的时阵，就是讲细长啊，迄阵一遍吼，啊差不多个过一礼拜个一遍，哦啊伊那是啊细长迄阵有用，伊接种成功，伊长得安尼黄高黄高吼，会感觉计真歹。啊，但是不要紧，迄那从囡仔注意风险会发烧迄种，啊伊小花黄黄过不牢固，伊就家己翻起来吼，啊翻起来时阵，伊就惊张吼，即啊对一挂白粉啊吼，还是讲尤其落菌吼，加叶病即抗性伊都发多来个即增加，啊所以咱通常会当伫农药内底做伙来用吼，还是讲罐头的时阵，淋伫药啊做伙落去灌。啊，即菌状芽孢杆菌吼，拢会使来用吼。啊，进前那是药箱过吼，我是建议讲可能呢，即、这个啊，该药箱也是爱吊车吼，佮改粘一改吼。啊，即效果呢应该好真济吼，所以应该是爱去补一遍到两遍。啊，目前佮看起来应该是无啥物啊，我看袂出来有药箱迄个痕迹啊啦吼，可能你个叶啊是毋是有？甲看起来已经是白，是敢那看到迄个栽叶的所在吼，色水较无讲真正常吼，啊，无照讲栽叶应该你这长啊真水安尼，栽叶也应该是较健康，所以你应该是有一叶吼，可能你啊是毋是怎甲提直接怎甲提掉的一种关系吼，所以啊，迄无啥要紧吼，所以这已经有正常的，因为这新买出来拢已经正常，所以你啊，这药箱应该是差不多拢解决啦吼，所以你会当。个个用一遍安尼吼，啊，另外一个就是讲，转药的时阵，无你着那客户的当时也担心啦吼，啊，所以你也当配合一个，所以你玉米素甲吊车拢有用过吼，一礼拜前后面喷一遍，啊，即马过来你可能着啊，唔免同时用啦吼，比如讲你这边啊玉米素后边先用一遍吊车，因为这药箱也是吊车效果的对啊，较好消化安尼吼。啊，大概安尼来解，即做处理应该都无啥问题。但是即、這个鸡啊一定爱甲烧掉吼，迄无要紧吼，迄刚硬出来你甲烧掉。但是你肥料吼啊，袂使伤过头即、這个啊重磷甲钾吼，磷钾啊伤过头侪，也提早老化，也伤早开花，伤早开花啊。一般来讲吼，通常那是第四目。以下开拢算早，第五目只要够发多忍受。正常来讲是5-6这个所在吼，算那是上好是第六片叶的时阵吼，就是讲啊，差不多有甲第六片叶的时阵有看到花吼，这种应该是正常，无应该下卡是先爱有这个草芽，卡是正常的吼。啊，为者会当去判断这个啊肥料的一个这个差异，好，就是讲你有可能呢。
在这肥料当中啊，磷和伊的量上过头侪，足侪人讲啊，这鸡啊重磷加吼，这小黄瓜其实还好吼，其实嘛不一定所有鸡啊拢重磷加吼，钾当然很重要，磷也很重要，但其实更重要吼，啊就是讲这个比例咱边啰个调整哦好些吼，这啊有适当的这培训吼，伊安尼应该来用的无真大这個问题吼，所以目前个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很大的问题啦吼，所以呢啊这里家来当。好，朋友呢，小做一个这个参考哈啊，这大概是安尼，这情形滴咧啊，所以啊，小处理者哈、啊，我是感觉讲啊，应该的应用呢，没有很大的问题哈。啊，咱所有人哈、啊，这个、一定爱，而且还不一定爱去补充说明者，就是讲，咱啊咧转药面肥的时阵哈、啊，比如讲啊，咱咧用这个铁杆煤哈、啊，这种你是不是用？你啊，总共加湿是用一千杯，吼，啊，你碳酸、硝酸钙你嘛用一千杯，两项拢用一千杯，一千安尼加起来，有诶，然后一千加一千就是两千，唔是啊，伫倍数内底，一千杯，变做就是有两分的量，所以啊变500杯，哦，所以你若500就变250倍。哦，迄、那个量就已经差不多到一个极限吼、哦，所以啊，咱若是咧转后面肥的时阵，咱拢爱啊头壳爱足清醒。伊讲若是暗片吼、哦，有阵啊比赛头壳光光的时阵呢，唔通像我拨一个朋友吼，住伫新港啊，啊，我咧讲相，伊应该知影啊，伊大多拢常常拢会听咱的节目吼，啊伊。伊啊，暗片的时阵，伊大概呐讲，哦，要来转药啊，无即感冒袂好安尼吼。伊啊，感冒伊就要去转药啊吼，因为伊大概拢会用即个抗生素吼，然后听听药去转。其实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哈，袂使安尼去想啦吼。唔知是因为伊活动了啊，流汗是安怎吼？啊，其实呐，感冒要多休息吼，啊，头壳嗡嗡，你咧用即、這个叶面肥，有当时啊，迄、那个量会真正会算唔对去。给卡一卡，哎、欸，我有卡落无？那先无，搁卡落，哇，就掉啊！哦，这样呢，啊，你啊农药反射药不一定较食力吼，啊那药啊有当时啊肥料呢，给卡两卡呢，啊，真有可能吼、哦，真有可能呢，就因为安尼，就会去啊，拄到这问题啊。咱即马寒人吼，寒人种花果水脉伤济吼，水有普通啊，算讲有好安尼淡湿安尼，就会晒吼。哦卖伫恒林呢，啊，保持伤过济一个即水，因为伫恒林保持伤过济即水，足容易着白粉。我讲啊，保啊唔掉咧，白粉是打伤较会掉，但是呢，你寒人本来就打伤，你甲即水分内底，伫即个高底不是水甲用甲啊水去堵掉咧时阵吼，伊就足容易伫即个环境内底产生啊，迄、那个有一点点啊水气，虽然大环境内底。较大吼，啊，但是呢，有一点点啊水气的时阵呢，就足容易着白粉的，吼、哦，所以你还小注意者吼、哦，这是因为我是看讲你唔知是拄饮水，那拄饮水了高底有水，这是无啥要紧。啊，你啊讲已经习惯拢高底放水安尼吼，伫寒人是较无适合。因为冰冻唔免啦吼，为什么讲冰冻唔免？冰冻无遐尼热，所以你唔免讲用即个高底水去保持讲啊，惊花果去干掉，所以咱高底还不是保持有水啊。但是热人咱那是高底有水吼，对花果来讲是有好处。有诶讲啊，你唔是讲迄湿气重啊，我热人高底有水，唔是湿气更加重，无唔对啦。但是你水若无够，伊就无多降温啦吼啊。本来大环境内底伫热人湿气就足重诶，所以你互伊。伫高底有水，增加的湿气是唔正面嘅吼，对于大环境比起来是唔正面嘅吼，所以这有时啊是咱来啊小做一下这个评估，当然然后那是讲有何伊，因为花果未使无水吼，花果对于这个水分吼相当的一个这重、個，当然未使堵水，这当大家好朋友拢知影，但是就是讲。你一定爱有保持一个啊，有一个适当的这个水分。但是伫寒人来讲吼，伫寒人来讲呢，啊，上好啦吼，上好当然就是讲，较卖啊，卖互伊伤过头，袂卖甲堵掉，因为伊需要的这个水量较少吼。一般咱伫热人的时阵，回归伊需要的这个水吼，除了新陈代谢咧容易外呢，一个节足重要，这个所在是摕来创啥？摕来降温。吼、哦，啊，寒人伊袂降温啦吼，啊，但是寒人咱嘛袂使伤大，因为伤大土啦，伤大吼，啊，伊个一个温度就降了真紧，
啊，所以咱保持一个湿度是对花卉来讲是较好的，但是袂使予伊上过老淡，上过老淡伊就较容易得白粉。你讲也袂要紧，我只要水分控制好势，然后白粉我骨力抓，啊，这嘛是一个积水啦吼。啊，只是讲有时啊，咱可能爱稍注意者吼，就讲啊，即、这个家己爱，咱家己爱知影即个理念吼，即、哦、种物件啊，变我去减少着即个病发生，是咱爱去做的即个工作，一个环境内底。啊，要安怎去减少到这个病这个发生？热人是虾米情形？寒人是虾米情形？这是咱的节目内底希望传达，和咱传达，和咱的好朋友会当去了解一个这个方向。啊，倒唔是讲爱抓虾米药啊，抓虾米药，还是后一阶段咱来当卖好掉病。咁就全油啊，唔免吼，当然真困难吼。咁目前为止，伫台湾咧做这个工课咧，啊，不过个人咧是较无遐尼啊有即个把握啦吼。啊，所以这多数是安尼，只是讲啊，伫遮甲好朋友做一个较清楚的一个说明吼，互你也当小了解者吼，这大概啊是即款的一个情形伫咧吼，所以啊，爱小注意的吼，这大致上吼，大致上是即款的一个啊，伫咱在会上吼，差不多。来去注意这重点哈，啊，即个住宅即个使用哈，不啊简单，都只已经有讲过，那是讲有无讲真清楚的这所在呢？啊，不要紧哈，咱各位当呢，甲伊讲哦，好哈，啊，随时啊，有啥问题，佮咱问，尤其伫屏东可能是无法多口音，但是用手机啊呢，咱赶快哦，有法多甲伊啊，即个做这回答案呢哈，所以这大概是。啊，这款呢，这个经营，哦，在你家和好朋友小做一个参考啊。